哎，等等。哎，老板早，老板早。哎，来，走走走，坐坐坐坐坐。谢老板。坐坐坐，都到了吧？老板。嗯。有些事情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那你说。那个英国高材生他。嗯。他知道。他回英国深造了。他回英国？怎么会？没关系，老板。嗯，还有我在。幸好我还有你，你就是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员工之一。谢老板。好了，大家都知道都聊到了吧？今年送你们超限量款的超帽。哦，是这样子的。全台湾只有基顶而已哦。不虎不虎，来，拿给你们看。谢老板。一人一顶，一人一顶，一人一顶。戴上去，戴上去，戴上去，很好看，很好看、啊。哦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今年18岁了吗？看起来好年轻哦。快18了。老板，这个就是潮流界的年轻人代表。你就是我们公司的最优秀员工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华君啊，带另一边，比较好看。嗯、不错看，不错看。嗯，回家这个要好好收好。是超限量款的床帽。好，那今年的礼品你们也收到了，那会员是要开的，我们就把那个会员开下去啊。哦，好。是中秋节嘛？嗯，是。中秋节你们想要什么东西？中秋节就是烤肉跟吃月饼嘛。你怎么都想要就是吃的？华君有没有什么意见？中秋节你们想要什么？放假。柚子啊！吃柚子啊！柚子啊！中秋节不吃柚子哦？对呀、啊，就是柚子啊！怎么没想到呢？柚子啊！嗯，可是老板，这个就是柚子，它就是很难剥呀，很难剥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所以大家不喜欢它。那正好啊，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，你们帮我想一下怎么行销这个柚子。来，市长，你先说。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没有什么想法哎。没有想法是不是？那我对你讲，你也没什么想法啊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老板，我想到了。嗯，在我小的时候啊，有这么一个这个神话故事是这样讲的，嗯，就是说嫦娥啊。重点就是这个兔子呢，我们可以拍一个影片，就是说兔子啊，用它的门牙把柚子皮扒下来，就像这样。我觉得可以哦。我觉得可以哦。可以哦，这个不错。我觉得不行，我舌头快麻死了。那市长，你再选一个吧。啊，好，这样子吧，老板。嗯。因为大家都觉得剥柚子很麻烦。对。所以，我们可以拍一个影片，徒手榨柚子汁。徒手榨柚子汁。没有错，徒手榨柚子汁。听起来是很屌啊，可是你会吗？我觉得这个提案很不错，大家给市长一个鼓掌。谢谢老板，老板，我帮你把这杯挤满了。好，等一下帮我加点糖。